多嘛，将近200年。这狗啊，能放两条狗没问题，睡觉能放两条。这个笼子能装50斤的狗，我的狗稍微，这个笼子我觉得稍微大一点。你心稍微大的，都咬没了，哎，这么大的骨头都咬没了，完了，天，哎呀，真香啊，好猫啊，太香了，是吧？咬没了，这么大骨头，哇，老天，我是咬的，他真是大爷，他了不得了，我咬。网上买的，是你关注啊？网上买的，他从小就住笼子，他住那个笼子还比这还小呢，住的笼子比这小多了，知道吧？我还给你买那个大的，他从小就住，能睡两条狗都没问题，我让它能活动开了，那出来嘛，花猫。好了，那你出来，吃完饭让你出来啊。啊，顶了顶，哎，出来，猫猫，你出来，哎，谢旭的礼物啊，谢谢。不能进厨房，一定要记住啊，不能进厨房。不行，不行，这家伙，这家伙拆不行，会拆家，我得让他住惯了，以后我走了怎么办？我不能天天带着他，就是让他住笼子住惯了，我走了以后把笼把他关在笼子，我出去干别的去了，天天带着他，我有时间吗？不能和跟屁虫天天跟着我，但是我让他住惯笼子。我走了必须让住笼子，不能在这里，要不他拆家，不说多少遍了，他咬东西，这家伙要不是喜欢吃骨头。过来，黄猫，猫猫，黄猫，过来，坐坐，黄猫，坐坐坐。现在不听指令了，不给骨头吃了，来握握手，这差不多，阿猫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握握吧，哎，好孩子，好了，啊，挺聪明的这狗，我在家里无所谓，在家里我可以带它，带呢就是我可以把它放出来。我不在家了，我不能把它放，我得关在笼子里，我得让熟悉。